熊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Shasky Cromwell、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，像棉花糖的一般的一直下，每个屋顶上面好像洒满了糖霜。好，再往这边看啊，这些就是伏尔泰河的源流。再看过去有个小教堂，哦，不是小教堂，就是大教堂，是这里最大的教堂。好，你看河面上已经都结冰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走过来的小巷子。好，再往左边上面这个是泰恩教堂，就是传说中有一只魔鬼，他们骑着扫把从那边经过。再过来这个是福斯，他们的民族英雄。再过来，这是一个白色的教堂，是巴洛克风格的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。你在堆雪人吗？对。咦，他不会进来了。对啊，不进来。他去哪里了？